我看待佛法，在我出家之前也感觉佛法很神秘，很神奇。过去祖师们讲运水搬柴，吃饭穿衣，都可以在禅的境界里面。如果我们没有安住当下这一念，哪怕在诵经礼佛，恐怕已经离禅的境界很远了。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呢，叫做守一不移，就是我们要守住当下的这一念。我觉得运动的过程当中也同样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，也就是能够保持我们这一念持续下去，不间断。我觉得需要大家不要把僧人的生活呢神秘化了，也可以同样的参与一些社会的活动。那我们近几年方丈和尚很支持这项活动，所以呢我呢带队来参加这个雨林争霸的活动。我觉得就是要更好的来打破局限，打破束缚，让更多的人来多元化的、更正面的来认知佛教、认知僧团。李隐寺亲众果园，大家好，我叫泽光，李隐寺一个普通的小和尚。大家好，我叫高轩，我来灵隐寺已经9年了，我是杭州灵隐寺羽毛球俱乐部的成员。